发展这个绿色的海洋能源，这对于我们这个建设海洋强国以及实现酸碳的目标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新的能源并入电网之后，能源品种诞生之后，那么它是一个稳定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要把潮流能成本降到比火电更便宜，那这样就是我们为人类也为世界提供一个由中国研发的一个便宜的清洁能源。